看以往的节目都是拿笔画，就是今年玩 AI， 对，去年是自画像。你画画画画的好吗？一般。哇，这么难哦！我想要一幅我的画，这很难呢。高鼻梁，大眼睛，有一头乌黑的秀发，相当的秀发，发质特别好，一定要做特别好啊。非常好，丝丝分明啊。然后呢也是一位特别有才华，呵呵，而且就这样吧，就我自己听不进去了。哎，他把这个也进去就是。好，听我说你是男生女生，你猜他会出来什么？对哦，哎呀，哎，有女生也有男生，但这个也没有腿长两米啊。我觉得是这图比我帅，所以我不太认可。比我好看，我觉得不太认可，因为我一定要让别人看了之后，看图片是这样子，再见到本人说哇是惊艳的，那不能让别人看到图片惊艳再看到本人。哦，也就这样。对，然后做出一个画像，对吧？是这意思吧？然后呢，就让别人猜，哎，你这个心目中完美的大张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那我来跟他说了啊，我现在开始了，这是我的第一次，你能听懂吗？就这样吧，先我试试哈。有一个胖胖的身子，真的短短的腿，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什么大长腿，什么那个大眼睛那些，我一直希望全人类人大家腿都特别短，腿短就特别可爱。身上有荧光粉色的绒毛，眼睛是一大一小，然后鼻子像小猪，脸特别胖，尾巴是荧光绿色的，咱们看看75%了，看看这是不是，还是说？快到99%的时候，告诉你要充 VIP 才能看最后的结果呀？不会吧，99%了，最后出来就是我的脸，说我这个形容就是跟我一模一样，太损了，这个、什么破 AI 这个，快吧，哦，好可爱呀、啊，快看，多可爱，就是这个代表了我完美的 AI 形象，谢谢，嗯，这个呢，我觉得很好，是因为我也常常做这个。表情运动啊，你像不像？找一个租了一个遨游太空的小马，我想给他搞一点那种大景的照片。等一下，我在等他。来出来，哦呦，这个很好玩啊！也是马，那太空，太空吧，穿了一个那个宇航服，挺好看，这蛮酷的哎。我拓展一下，我看一下，哎，这还挺好玩的。嗯，真不错。哇，这个好棒啊！那个后面是地球，这可以送我当头像吗？好了，应该有了。啊，等一下，我把它单独拎出来。我选这个。哎哎，等一下。哎哎，去哪儿了？这个，然后为什么这你用这个画的关键词，你输了哪些东西？我输了什么来着？我说遨游太空的小马，因为我其实还也挺喜欢，一些太空的元素啊，这些东西，就是什么时空啊这些东西。然后如果有一天可以。穿上宇航服去溜一圈，我觉得也挺棒的。那你觉得这幅画，其他人看到这幅画会猜出什么？只要大家不把这个动物认错，我觉得一般就不会。这是个马吗？看一下马。对，其实挺像。如果把这个挡住，很像一只狗。但是还蛮可爱的，对，挺好。就这样，可以了。好，你马上等一下，然
后给我们镜头展示一下。噔噔，他的星球画得很好，哎，很大一颗。其实坦白说，我是一个还蛮忧郁的人。然后还有就是，我常常唱很多歌的时候，大家都说我的声音为什么听起来后面好像很多心事。我其实我这个 我自己不知道，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因为自己可能不太清楚自己给人家感觉是什么。我记得我刚刚发片的时候呢，我的企划就一直以为我好像发生什么事了，心情不好，然后一直觉得我很忧郁，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你就保持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样，然后就我慢慢这个定位就自己跑出来了这样。就像这一幅画也是我常常以前小时候会做的事这样，然后小朋友那种感觉就是我以一个很正面的思考去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比较没那么复杂去想很多事，我想做，我就是说我想要这样，我不想要这样，所以讲的白一点可能就是比较单纯一点点吧。我觉得鲸鱼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有记忆和纪念意义的一个小动物，然后鲸鱼看起来也是比较温顺的嘛，然后但是就像我的外表其实长得应该也还算温顺哈，然后但是又有着鲨鱼般非常尖锐和强悍的一面，所以是长着鲨鱼的锯齿的小鲸鱼。然后因为鲸鱼是我认为我自己曾经是发出52赫兹声波的鲸鱼，然后所以它的同伴是不能听到它发出的声音的。然后自从我长出了鲨鱼般的锯齿之后，我就可以飞到天上让大家都听到我的声音，然后会夺得属于我自己的皇冠，所以是这个意思。即使在海里大家都听不见它的声音，因为它有了自己坚强的一面和勇敢可以往前冲的一面，所以就到了天上大家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哇，好凶狠。其他的嘉宾老师我觉得应该猜不出来，因为看起来比我本人的形象应该要凶一些，是不是？我是一个爆米花，是要非常非常开心，让别人看起来就很开心的爆米花，看一眼这个爆米花就觉得很开心，很喜庆，相当喜庆。呀，哎，这个挺好的，哎，可以，可以，可以，来我。你看，哎，也是大眼睛，你看，但是就惨没有腿，一米的腿就不给我。可以可以，我要这个，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首先，这是一位，就一看就是歌手啊，因为他拿了一支麦克风。然后他的主要的一个点是他穿了，就是一套棉服，然后觉得他很有一种意境，就是迎着风雪还在坚持自己，所喜欢的事业的这么一种气质和精神吧，就是屹立在寒风之中这种感觉。我没有想到他画得这么好，这真的有点像我因为我就是这样子，每一次都会在我的家乡那一片海这样练唱，然后也有点忧郁的感觉，因为我想要形容的是，因为海给我很多疗愈，所以我不管是心情好或不好，我都会在海边唱歌或者是讲自己的心事。然后就像这一幅画，也希望可以透过我的声音可以疗愈每一个人。这是我的图，就是这个。对了，背景是甜甜圈，然后它很像我家那只泰迪狗，好像，非常像我家那只 Waffle， 然后会唱歌的，然后再练声，哦，但他就会看着我，然后练了大概两三遍，他开始看到我在干什么之后，他就会啊，对，开始乱叫，对，所以他就拿着一个麦克风唱歌，对，所以这一次就带着他来。你为什么会选择天天穿这个？我喜欢吃啊，
那我每次就是排练的时候，他们我没有要求，因为他们会每次都把一个甜甜圈放到那个训练室的桌面上面，就是每次要两三个，他们很知道我爱吃甜甜圈，然后就一直在叫，然后那时候害我好像胖了还蛮多的，真的，所以甜甜圈是我的蛮大的代表。看甜甜圈，这很不错，我喜欢这个。我又不知道上面是啥呀，而且观众席还是不一样的，比去年。这歌练的怎么样？还要看？还行。行，一会儿咱们看吧，先唱一遍，咱们再看。有什么地方不太合适的，咱们再调。行，好嘞，好。从后面讲一遍动线。OK。是新生歌手。哇哦。这叫什么呢？哦，现在去吗？现在没有，我们先走舞台部分。好。到时候就是你从这里面出来。OK。然后我们正式走位是从这儿开始。这会有一处追光，哎，背光打着你，然后我们前面斯坦尼康在拍着你，然后在三二一就走就好了。好，站定之后还是跟去年一样，会有那种扑通扑通扑通的那种效果。好，仪式环节。然后唱歌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尽量靠这边。好，这个不用管吗？这个不用管，这个拍按键跟去年都一样。好，就是听到这个。我懂，明白。来，谢谢。第二个帮我连三口。OK。然后把麦克，好，谢谢。干嘛？不丢面啊 ？OK 了，谢谢，辛苦。又见面，辛苦了，下次见。拜拜。请用代号称呼彼此。哦，要代号啊！我有，七八。主要我这是奇葩里奇葩哦，斜这个音是太斜了，这个音也斜到已经不能再斜了，太配了，我告诉你。而且我个人呢又喜欢骑单车啊，爬山啊，奇葩啊，奇葩啊。你看那位老师，您的代号呢？我是胆小机械狗。好可爱啊。为什么机械狗？是因为我之前学电脑工程的，然后因为我属狗。那说到狗，这个跟我的名儿也特别有关系，叫大顺。大顺，因为如果我要是养一只小狗啊，我就特别想管它叫大顺，因为每回出门就溜溜大顺，溜溜大顺，麻雀，溜溜大顺，然后就每天都出门特别吉祥。我实在很佩服他，他好厉害，随时有几十个冷笑话，等到处丢啊。你的取这名字已经想好了，对，就叫大顺啊。二零姐的代号是？我叫三十八。哦，三十八。对 ，OK。因为我在三十八的时候发行了我的这一张得了金曲奖的专辑。恭喜！那我再送你多一个。送多一个，我又还有很多。谢谢，没事。哎，那你的代号是？我是大厨子。那你为什么叫大厨子？你很喜欢下厨？因为我做饭很厉害。对，哇，那下一次希望可以有机会可以品尝到你。可以的，可以，真的大厨，小菜不做，只做大菜。哥，你代号是什么哥？哥，我代号叫减七。因为马加七，所以减七。对啊，那你代号是什么？我是豌豆菜菜，因为豌豆公主很容易受伤，然后菜菜是因为我玩游戏都很菜。你的代号是什么？我代号是就是我是真汉子，汉是流汗的汗。各位老师，你们的变身麦克风已经开启。喂，哦，不，哦，哦，我这个怎么那么搞笑？我们的歌，哎，好适合你的气质啊！讨厌。我们的歌。哎呀，机械狗，就是机械狗。到老中青，对不对？对。你缺什么，他就给你什么。对，我真的还想在，我没有调了。雷，我的雷。这三个前辈这么聒噪，能让我想到的人只有一个，这么活泼的应该是大老师，但是对有点像，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再来。如果他真在的话，我也很想看。接下来，让我们隔屏初相见。
Hello， 哎呀，挥手 ，Hello。请问一下，前辈歌手大顺老师，你是不是有来过这个节目？你有没有来过？没有来过，没有来过。怎么了？因为你的坐姿太明显了啊！坐姿也会出卖人呐、啊！哎，怎么三个坐一样嘛？好好好，要怎么坐？站坐，看谁是谁。七十八号前辈，你再模仿的话，你的屁股已经露出来了。哦，哇！你还我？对。哎，你们不觉得减七是最小的一个吗？因为是负数是吗？减七，你今年几岁啊？是个孩子吧，不到二十岁。减七，你在吗？在，来住呀，在呀。注意点，身体重要。没必要，干嘛呀？这是，至于吗？很生气。我发现我的鞋底掉了，气到鞋底掉了。我今天这是开心的不可开交，对不对？又可以开交了。掉起来。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九人合唱，这首歌的名字在路上，也蕴含着本季节目的主题，一路为伍，向声绽放。大家可以在合唱的过程中挑选自己心仪的搭档。那等一下，我换鞋子，换鞋吧，我换鞋。结果我是第一个露脚的人。对，讲了半天，人家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就这么热烈，不可开交，对不对？来，不能哇哈哈，哇哈哈，嚯！要不说您是个有味道的歌手呢？来，我还是喜欢穿这个啊，运动鞋比较舒服。您这外套是不是也得弄上？帅气，外套也得穿，帅气，什么都不要，一定要帅气。当然，完了。哎，刚有没有注意大唱歌那种很搭的特色？有，我觉得减七跟您特别搭。还有，如果你要选女生，豌豆菜菜很适合我们机械狗。那刚刚你听了减七的声音，是不是觉得你刚刚太凶了？我就是喜欢欺负小孩。减七啊！凶的我也不太敢欺负。行，这位老师都给我起球了，我能不能放放他？不用放啊！啊，我准备了一段天津话版的《情非得已》。天津话版的《情非得已》，好，来。难以忘记头一回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这是什么破才艺啊？这才艺太破了吧，没有任何的效果。这我只能用一个字来给他结论，就是啊。没有，天津话怎么样？天津话好听，非常的可爱，好听啊。什么选人的标准呀？我一直都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人哎。那你是喜欢什么感觉呀？喜欢什么感觉？我现在感觉很好，你们四位都很好。然后我是一个非常慢热的人，但我私底下是非常活泼、有趣、很喜欢搞笑的人。哎，那我们能知道你有多搞笑吗？有什么笑话吗？能听一听吗？那我开始讲了，老师。我要讲笑话了，哇，太棒了！我们要拍灯了吗？好，要拍灯了啊！老师，您知道为什么扒了两口饭灯就会亮吗？扒了两口饭灯就会亮。巴拉巴拉小魔仙，因为巴拉巴拉小魔，因为巴拉拉能量，
好的。哦，这个哦。OK。我真棒！我现在觉得啊的那个天津话那个表演非常精彩哦，简直太精彩了。小蝴蝶变什么？小蝴蝶变胖了。小蝴蝶变胖会变什么？胖蝴蝶？不是，会变成发蝴蝶。好，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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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明白。这是空分的吧？可以，可以，没事儿。我觉得这个才艺我得出来 battle 一下。因为我准备的也是冷笑话。行。陈十八老师，请问你知道投资和投机的区别是什么吗？差一个字啊。不知道。它其实是一个是普通话，一个是广东话，是投机吗？哦妈呀！好的，这个。我听不懂，投机啊，投资，投资，投机，然后就是说就是方言。我香港人也听不明白，我还更喜欢天津话一点。我跟你说，三十八号老师从此以后再也不喜欢幽默这件事情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当然这个可能更冷一点。他还讲，就是。现在他的精神很可嘉，你知道？就是为什么蜡烛的那个火，它是不停的在晃，不停的在摇？因为热。不，因为精神小伙。我听到有工作人员笑了，这至少没有那么冷。其实蛮冷的。哇！好炸裂！啊，就是火特别精神。我也想到一个，我也讲一下好不好？大家都拼一下伙吧，那我们要开始了啊！我真的要讲了，好不好？在一个很冷、很冷、很冷、很冷的宇宙，有一个很冷、很冷、很冷的星球。那这个很冷、很冷、很冷的星球，有一个很冷、很冷、很冷的国度。那这个很冷、很冷、很冷的国度，有一个很冷、很冷、很冷的城市。在这个很冷很冷很冷的城市里面住着一只北极熊，他说我好冷啊。哇，真汉子，你是个结巴对吗？大家都觉得不冷吗？那要不我讲个热笑话好了。在这个很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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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宇宙。后来好吧，景气你要讲了。我真的不会这个东西啊。辛苦你们了，辛苦三十八老师。不辛苦老师，我们合作之后，我可以天天给你讲冷笑话。好。他没那么弱。看起来大家都好喜欢冷笑。好吧，我觉得我还是靠那个刚刚声音的感觉去选择。别选择我了啊！我想要选择我一眼就觉得。他很显眼的真汉子，那不是我吗？哦哦哦，不是啊，真汉子啊！哇！谢谢老师，你真的很有眼光。是因为他的笑话比较热吗，老师？所以最后是比谁更？更热，笑话比较热。其实这是比我们的意志非常坚定，我们居然听完了那个笑话。然后我想选的歌曲是《记得》。耶，我非常 OK 这首歌，谢谢三十八老师。哦，好。哦，记得你要唱。哎，这首歌是我要唱的啊，我之前选的这首歌啊，你们唱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怎么办？这首歌是我们老师想选的。对呀，那我们三个一起好了。三个一起唱，可以。我现在这个笑话是最冷的时候啊，就是已经到了没有人。请问胆小机械狗前辈是在讲笑话吗？
没有，只是觉得有点可惜啊。不过既然你选你的那个盲配的那一组选的那么辛苦，我就先让你们唱吧。对，我们听听。谢谢前辈。没客气。虽然紫薇没有办法继续组队往我们的歌的下一轮进发，但是我们很愿意把这个舞台留给你。接下来是你的 solo 舞台。谢谢。我选的是一首我自己原创专辑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花不语》。那接下来舞台属于你。谢谢。琴声一袅袅，悄然这浮世间纷扰，嫣然你的笑，明知笑意迷失的人，凄凄怅自扰。问花花不语，空思绪是煎熬。听风雨微凉了眼，独缺你双眸皎洁，我又何以纠结，情意难解，总是如此真切。心念却暮暮朝朝，似被牵牢，你足迹的眉梢，深处的爱却迢迢，到不了你心上。天真知多少，却难知晓，心切成叨扰，卷卷时光人回老，何能奢求切切待丝中忘掉。听风雨微凉了眼，独缺你双眸皎洁，我又何以纠结，情意难解，总是如此真切。心念却暮暮朝朝，似被牵牢，你足迹的眉梢，深处的爱却迢迢，到不了你心上。天真知多少，却难知晓，心切成叨扰，滚滚时光但求着淡丝中放掉。既为情作唱，终难逃荒唐，自多情的话不必记心上，抓不住的就像沙，却将尘埃留下。心念却暮暮朝朝，似被牵牢，你蹙起的眉梢，深处的爱却迢迢，到不了你心上。直到红线作两行，何止泪一寒就一老，滚滚时光但求着淡丝中放掉。待此情乱红中散去，方可到。嘿，什么唱这么好啊，我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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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乐，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我们的歌，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感谢网易新闻、网易号、网易娱乐，感谢新浪新闻、网易新闻、百度 APP、 搜狐娱乐、腾讯新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呦，我这歌怎么这么的霸气啊。